郑重介绍呢，我们今天有位新朋友要加入我们的不专业厨房。我今天就是来打算被灌醉，然后兼小助手的。那你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吗？有。你知道我们节目的惯例是什么吗？就是乱来。不是，我们节目的惯例就是要喝第一杯，要干杯。屁啦！之前有吗？有。之前这是不成文的规定，对，就是自己随便，如果你是随便想说有就好了。对啊，有。好夸张。有一种被骗来，那天不是你那时候邀请我的时候，不是说就是单纯做菜，对啊，乱录，以及他要打麻将，对啊，那时候说是要打麻将，他听到麻将整个眼睛瞪不叮，那就水饺跟狮子头，如果做不完就明年再说，明年再来录好了。不是，哎，吴康仁，请问你默默的在干嘛？我在边帮你们备料，你们继续聊。他常常都这样，就是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就默默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。这种时候应该是默默喝酒吧？怎么会默默备菜嘞？他常常都是他独行侠。别灌我的酒，好可怕！来，干了。上来，才还不到三分钟哎。慢慢喝，慢慢喝。好，我开始帮他们备料。就这样，然后我们继续聊。放些洋葱好了，对吧？洋葱我会。洋葱，你们不小心。对，为什么你每次来参加你的节目都有洋葱啊？你都要让人家流泪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是刚好。你刚说妆会花。他说妆会花。他说妆会发掉。我刚听人说妆会发。帮我秀一下。好的。这洗了吗？洗了。秀什么？我要切，哎，你们好吵哦！你们可以专心做菜吗？不要再切了 ，Stop it！对呀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切，很危险，你切好危险，而且我不是要切这个啊，我就是我会切块而已啊。天哪，林姐，干了，酒量很差，这么快哦？要啊，你现在开始要弄成肉丸了耶，你要弄成肉丸了，比较过分一点，没关系，你喷没关系，这件衣服是小烫。帅，一定要这样子就对了，打筋啊！哦，好晕啊！还是你要先睡一下，先休息一下好了。对，但是我要火要先起来，你才可以捏好。但是我们要先捏好再去煎。但是油还没上来啊，这不是？你要先捏成一个球，然后去煎。对，但是你先捏完，它就会塔了。对，你不是你要先煎油，你没错，你先热油，然后你煸热油，你们同时进行。好，那我们同时进行，你来煎。还是我来煎，你来捏还是我来捏？哎西，你冲啥？我要捏了，你赶快捏啊！我在等你捏。你才刚洗好手。加油啊！可是要扎实一点。对，我会。我们不需要撒点粉在这上面吗？好了，第一个好了。加油！蛮漂亮的。各位观众，我盖盖子哦。观众没有观众好吗？你不要自己 Q 我们节目。各位观众，这是什么啦？超老的。各位观众，他现在的注意大概有三分吧。